超多功能通用型相机屠龙。你只要买一个这个呢，基本上微波炉、电冰箱、洗衣机都装不上去。你可以装什么呢？随你高兴。两根成架15mm， 一个皮笼，保护你的相机摔下来之后不会死掉。那简单的先给它靠上去，先靠一个基础的，好，先装一个基础的。什么叫基础的呢？就是提把固定用。那我们先做最简单的，它可以再装什么呢？雾斗，然后让画面的品质会更好，会更干净。然后检查几件事情，装上去的结果，检查几件事情。这个是通用型的，你只要符合一个原则了哈，线材没有挡，这个就是你可以用的相机了。第二个，电池可以换，转松，电池可以换，这也就符合你的需要了。好，收紧，初步架构形成一个凸笼，凸笼好了之后呢，接下来就是提把。提把呢，有人这样装，有人这样装，我建议你这样装，这样装最好用，好，符合人体工学。再来，底部的这个叫做承架，这个锁上去之后呢，是让你拥有两个导管，可以建立护斗的遮光斗的装载。好，那这里是锁三脚架的。以上呢，这边会有一个，会有两个螺丝，一个是上提把跟下护斗，下承架，承架的这个衔接套件给你。然后这里在上面，这里在下面。记得这是1/4，这1/4，这在下面。那上面这是两个螺丝空的，这边有牙，直接好对手上来，对手上来就搞定了。那说好的结果呢，就长这个样子。好，各位看一下它的效果。好，大家都这样装不好用，要往前装，因为镜头的重量会往下垂，所以是要装满的。那以上的说明书，便宜好用简单的这个凸笼呢，提供给大家。装导播机，很多人都这样用，拿来装导播机。那我们做一下体验。好，来，上提把呢有上提把的螺丝，下提把有上提把的螺丝。好，这个人做这个产品呢，我个人觉得比较没有那么聪明啊。好，我不得不批评啊，因为你螺丝都共用的话，其实对大家都好。来，这里也可以用来说，初步如果不扩张不装护斗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只要一个提把，方便你携带，方便你提用，这样子提。好，那你要再来就是加装怪手、补光灯、冷靴，这些都可以装上去。那么这个通用型的，好，提供给大家。那这个快拆的肩带呢，你可以锁在这边，扣在这里，你可以很快的拆掉，这个做的很有质感，平常当服饰配件也不错，蛮好看的啦。这个肩带我蛮喜欢的。好，再来就是做这一段的哈，这一段你要做不做都可以。那今天既然都来了，我们就做一下，意思意思哈，给它做下去。这里稍微有一点点卡手，要先穿过那个螺丝，这螺丝这样穿，来这边顶进去，先顶下面这个。好，由下而上哈，顶上去，轻锁一下，哎，锁两个牙，三个牙就好了。来，再来锁上面这个，轻锁一下。通用凸笼呢，我们装好之后呢，我们就在做下承架。下承架系统呢，主要是要放电池，放那个脚架，还要再放我们的灯光，还有再放我们的护斗，哦，遮光罩要用到的。那这个把它拴进去锁紧之后呢，就可以插入两根管子来进行护斗的安装，然后整个设备就会变得好雄壮、威武、刚直哈。好，锁紧之后呢，不得了了哈，就形成了一个豪气派、好凶狠、好厉害的这个产品。然后我们这个管子弄进去之后呢，我们要接着要装护斗。好，我们这个加上护斗，雄壮威武 ，FG1000 可以用，好用好气派。那么这个装下去之后呢，这边要先松开，那这个要稍微出点力气哈，稍微出点力气。那因为这里头都有一个公差在啦，所以这要转得松一点点。好，我们把它放进去之后呢，我们要装护斗。护斗装进去的方式这样子看哦，护斗装上去之后，就是又气派又厉害，然后把它套进去，你的整个设备呢就雄壮威武。好。那这个做法有几种，这边锁紧，然后呢透过后面去做前进后退 ，OK， 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我们好，可以手爬手提的一个护斗，然后
这里呢套不进去没有关系，这里转松，降下来，降下来，降下来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现在让你的普通的相机变成电影机的专业套件。好，请瞻仰一下。好，谢谢大家。